谢评审的肯定，然后给我这个机会让大家看到我，然后未来会更加努力。对啊，妈妈就说很多人传讯息跟她说她是幸运星，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妈以后可能会被人家租借这样。奖金要啊，要请大家吃饭，全部都花光。10万至少要捐给我们嘛，就是安慰奖啊，一人4万5，一人会抽10%。对啊，4万啊，好。他现在已经喝醉了，他喝醉什么都好。反正这些都有录下来，他们有打下来。对啊，哦，没有什么感情的事。哎，这个很，我现在得奖很重要哎哦。哇，出道重要，对啊，蛮重要的。感情不重要，这个出道18年得奖。没有，他没有，没有，他没有说什么啦，他没说什么。对，翻篇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。他要恭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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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我没有对象了，没有对象了。其实他们不是，就告诉他有没有，有还是没有。我全部的人都有恭喜我，你们也恭喜我，就是有，就是有，都有回答，就是有，都有恭喜。其实他不好意思说出来，对。对，谢谢，明天帮我写一下好评，好不好？那主持压力真的很大。对对。那个称赞，就是让我很开心。我觉得这够了。嗯，不会啊。我觉得会。会。我觉得姐姐会。我替阿初会。没关系。对，我觉得我卸下红毯的主持，我什么都好。不会啊，不会啊。我觉得我得到那个赞美，真的很足够。很大的一个满足感。我其实今天真的不紧张，我的心情就是交给宇宙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当下已经尽力，宇宙啦，宇宙。你说那个玩鱼的主持人，哎，你喝醉了，你喝醉了。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已经尽努力，但很希望被肯定，但已经努力的，就是交给宇宙。那我们原本打算在我们家那边办100桌流水席，对，很可惜，我们没办法办。对。那你自己办，你出钱我帮你主持，我帮你唱跳，好，你确定？对，我带 dancer， 对，好，不要再说了，20桌就好，那不能收我太多，我要带 dancer， 不要收我太多钱，不要收我太多钱哦，可以。